想跟大家推荐近期最夯的单品哦。进入秋冬，你一定要有一件天鸟格纹的裤子。那最近我发现啊，不管是外国的大牌子，或是韩国的欧尼，他们的身上呢都会有千鸟格纹的图案哦。穿搭只要加入这些一点点的小特色，你整体的感觉就会加分很多哦。像这件裤子呢，它有很特色的地方，它的裤头这边呢有做花苞式的打折，给大家近看一下，在这边。像这样子呢，你把上衣扎进去，就会看起来腰线会比较高，你整体的比例看起来就会更好哦。这件上衣呢，它有多一点小小的扭结，可以让上衣看起来更有特色一点，不会那么的单调。近看呢，它有细细的坑纹，所以你穿起来呢，它会让你更加的有腰身。那我身上呢是白色，还有其他的三个颜色，黑色、蓝色，还有粉色，这些很简单的穿搭就很有感觉咯。